解决方法是注意货架的位置调整，模具材质调整，温度调试也是直接相关的。 PET 片材被认为是符合 Roche 欧盟环保要求的理想包装材料，主要用于电子产品、食品、玩具、彩盒、橱窗、铅、鞋履包装等。一、无毒、卫生性能可靠，可用于食品、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包装，并可对其包装的物品进行 Y 射线消毒。